我过啊什么啊？你那么多好东西吃哪去了？嗯，你把小宝宝都饿到了吧？你这小宝宝那个这一宿体重又下降了几克。什么呢？哎，我又得给他喂奶呀。你看小宝宝，你竟然把他喂瘦了，喂回旋了。嘎达，你过来干啥来了？嗯，你告诉小宝宝你是怎么吃这么胖的？嗯，你说你是天天蹭果果的月之餐吃这么胖的？那小宝宝还不能吃月之餐，他只能喝奶。嗯，啊，那是路易呀、啊！一打眼儿我以为是嘎达，啊，路易在那，路易也是。一早晨听到楼下有动静，他就在楼上叫，想下来。嘎达就属于楼下的顶着户，上楼不行，上楼怕被别的猫哈，怕被别的猫欺负。来喂奶吧，这是给你热的奶，拿奶瓶底下热水给你烫热了，补充你的能量吧，要不你妈已经把你饿瘦了，饿的脑袋大了，小脸儿窄了，你瞅着，瘦脸成功。嗯，来抬头了，抬头，喂奶了啊。嗯，那不用叫，不烫。哎呀，你喝到这就知道它香了。而且还管够，这是妈妈不能给你的。嗯，哎呦，来继续，别老挂倒档啊，往后倒啥呀？哎，嗯，嗯。嗯，来，来，小家伙，哎呦，嗯，好了，喂完了，来，擦擦嘴啊，擦擦嘴，嗯，擦擦小嘴啊，擦擦樱桃小嘴啊。樱桃呢？樱桃都采走了，只剩嘴了哈。嗯，吃完奶了，怎么的样？有饱腹之感没？啊，哎呀，小嘴还搁那吧嗒呢，回味呢。果果呀，果果，嗯，这么多营养品吃哪去了？怎么产奶量日渐衰落呢？陆毅，你跑到后面干啥去了？嘎达就在这看着小猫，看着小奶猫，总想帮我分担一下照顾他们娘俩的责任哈。瞅那小家伙走路，看走的多好了，一天一个变化。对，嗯，你老吭吭唧唧的。就喂了几克，你肚子就大起来了啊？嗯，我去给你妈妈弄点吃的啊。